欢迎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与人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与人生》，我是中港道场元普法师。今仔非常欢喜请咱杨圣贤贤士来甲大家请伊家己自我介绍一下。是是法师各位电视机头前的师兄师姐大家好，大家平安，阿弥陀佛。我是第十五届正基班杨圣贤来讲起这个学习的过程，是为这个五七的初级五班开始来学起在事后来经过种种的印证，我来学这个歌来研究重点就是讲老师有甲咱教，你上课时阵注意听。抄笔记会当较慢，才抄袂遐紧。因为当下你咧听的时阵，我都了解，我都了解，你会当提出问题询问，较袂讲你转去，你看你的笔记是迄种我有问题但唔单说要则想无，想无你阵已经阁也无离课堂上，你无怎去问这老师。所以老师希望讲你伫大家专专心落听，有问题马上提出所以咱这黄桂花老师呢？嘛是伫课堂上，随时讲你大家听有无？有问题爱举手嘿，嘿是，所以我嘛是有问题，我会往来靠甲举手来问马上就当得到这个解决。迄当当初是我读初级班的时阵，因为我身体迄当阵也真烂，已经经过开刀两遍去了，因为要阁开开一开刀，我老师就讲安尼你有问题无咱？我给你拨一个卦，咱当上吼来当场来印证，看卖，做大家学习这个卦。好，我就讲好，安尼就用一个这个数理卦。我就讲就乾两三，老师就马上举一个卦出来，讲这个开刀来看，子孙世世这无问题啦。但是这兄弟当一好一歹啦。这土皮疼啦，开钱啦。讲起开刀就是安尼啦。真正事后，确实是我开刀有顺利，但是伊这是自费开刀的，开20万所以这确实有影，这挂掉就给你指示出来，你就是开钱讨袂疼所以从此对这个八卦我嘛非常这个兴趣，就开始为工作上来印证做工程的都看天气的，所以为天气来八卦来印证，慢慢为这个周边一个的事物。来八卦，为了影响到咱这个书身边这亲人，尤其这囝儿是谁，这有什么问题，拢来甲咱问卦，我来伊来对因做解答指引因安怎一路爱安怎行这代志好啊，唔好，拢卦中来当来甲指示我也感觉安尼为这个学这已经来帮助这家己这人咧，我也感觉安尼心内嘛感觉真欢喜这。比咧钓这个乐透大奖哦，感觉欢喜是安尼。咱感谢咱个杨先生甲咱吼，这个解说安尼吼，咱需要开始，咱学易经，咱是要来是养贤贴财咱学会晓了，为咱家己要去印证了后，为咱个囡仔吼，咱个下一辈
要去印证哦，为因的学业、为因工作、为因婚姻，要去印证了后，咱要如何将咱所学的这物件，要甲推广出去？像咱书啊所讲，咱学易经是要利人、利己、利他人，哦，这个好法。啊，咱要安怎慢慢啊推广？第一，伊就要为家己先印证，为伊的工作，哦，为杨先生伊的工作，伊家己的身体。就去印证了后，过来伊厝诶人诶一寡问题拢甲解决了后，过来就是为伊周边诶朋友，吼、哦，毕竟咱诶朋友拢会交友足快咧，啊，所以伊较无法度一个就甲咱信服，啊，咱家己人了后，咱印证了，咱学了有实在，过来咱就是爱行出去，为咱周边诶朋友落去推广。可能这易经有法度来，互大家来学习这个妙法，互了都帮助各个家庭。啊，咱即摆咱请咱杨先生讲，伊如何为家己来往外去推广咱这个妙法，互大家来学习咱这个妙法。哦，请啊来甲咱分享一下。是是，啊、首先我来举一寡这个例吼，由为求财开始吼，因为咱家己身边个小妹。啊，伫咧做中介卖厝，哦，啊，伊这里是讲要换厝，啊，这厝要卖掉，啊，唔知卖成未，卖家己的厝，啊，结果这姻缘无够吼，啊，咱怎卖，啊，就是拢卖袂出去，啊，介绍都大家讲一个，讲一个，啊，嘛是拢无声无息，啊，突然有一天，伊人伫外口，哦，这伊的同事就拍电话来讲，啊，你紧转来，有一组人客要来看你的厝。安尼，啊，阮小妹讲，哦，啊，来有来看吼，啊，无紧拍电话给我，讲有人要来看，啊，替我替伊拨一下卦，啊，看这个人客会成啊未成，啊，好啊，我当下我就起一个卦起来，哦，我甲讲，你的姻缘到了，这个卦就是这个人客走未去啊，哦，啊，你唔免落地，哦，你会当用爱兵的政策这种介绍你较悬的，啊，出一卦给伊欢喜安尼，果不其然呢。诶、欸，真正是嫁主就是嫁主，对这间厝实在有介意。安尼，阮小妹唔袂讲袂使，一定爱卖伊安尼一条条。哦啊，介绍，阮小妹同嘛有照原来，哦，原来讲要九百万要卖，伊就甲为发情意甲发起。哦，对，我买啊，讲啊，伊就甲落一百给伊，对讲欢喜，甲足感恩咧，讲好，塑一百给伊，讲要请伊食饭啦，搁包红包给伊啦。我讲袂煮老了，袂甲阿内讲，袂煮阁阿包红包给你个啦。哦啊，所以讲这个一经这个卦啦，用伫这个财运，实在是哦，咱感觉足神奇。哦啊，所以阮小妹嘛，伊对这个卦这个卜卦，伊嘛感觉哦非常有信心。所以为我一个孙啊，因后生要找头路，啊，常常讲要走出外口找头路，我甲讲啊，你卜一个卦看嘛咧，你个姻缘多。倒一方爱留伫倒一双，担倒食头路，结果挂甲跋起来，真正做外食路无适合少年人，工作无好找，哦，啊，你家己个姨丈做老家，啊，都欠人，你怎啊做有发展，哦，啊，你留咧安尼上好，啊，伊嘛只要听咱个话，做啊嘛真欢喜，啊，收入嘛比伫外口较好。啊，咱过来讲一种，为了咱正道，讲有人讲，啊，你财运啥款？我的囡仔吼，伊个一查某囝，较早做啊，甲考试。爸爸，啊，我囡仔有财无？唔好，我给你拨一看卖，看有财无？啊，拨一寡，你去买食迄个刮刮乐看卖。囡仔日吼，算财有啦，但是做家己都拄啊斗平啦，无人互你赚啦。唔信，我去买看卖，我一刮乐，一人买落去讲。买一百，我跟女佬聊讲得了一百啦，哦，安尼真正无用的啦，无太个半仙，哎，啊，所以我家己有一届机缘吼，我唔捌咧买迄个微理财，我是迄届那敢若将近90多亿，啊，囡仔就讲想要买，讲啊无我来无，无我家己看有财运无，我来正道一下看卖，结果一拨咯，哎，我竟然有财咧，囡仔戆咧，哦，子孙来生咧，
啊，我持斋咧，妄想好，我就针对咱这挂顶悬哦，这个方位、这个时间，啊，我就去菜馆行买，我去买两位，买落去了后，就等，等几工过了就开奖啊，啊，我也毋捌算过，啊，要安怎对嘛袂晓，我就甲这个号码传落囡仔，囡仔来帮来甲我帮忙，我咧对奖。竟然真正两张买两位两张的这五厘彩拢得着，两张总共就4000外块，哦，我总共开1200块的款，哦，啊，就4000外，哎，啊，得着小财，我欢喜啊，唔是讲我有真正有讲哦，赚了偌济钱，我欢喜是讲我这个财竟然我的进度，哦，这个这个我甲这消息传看讲，大家会更加信讲。啊，学习这个易经，真正吼、哦，唔是讲你咧讲糊弄咧。你若有学了有好，你对你家己就嘛超帮助，尤其是咱伫咧帮助人，你感觉咱真满足。所以伫咱讲到这个少年人，即马就上爱问这个姻缘的代志，尤其是到这个适婚的年龄咯。哦，啊，我就为我这家己这早孙啊，阮姊啊，吼、哦，这个查某囝。姻缘无顺呐，哦，哭哭，看到什么人，就紧甲问讲，看这教育条件有缘无？啊，我嘛经过了有够多过啊，从真正到一讲，终于这人我甲拨说讲，啊，伊毋免教啊，就是这个啦，你也甲鼓励，这个吼、哦、会足听咱的祖孙啊，哦，你也甲鼓励，这人足好，这人可以，哦，啊，真赞。事后咯，那个斗丧，即马嘛已经结婚，嘛生囝咯，哦，啊，这人民嘛真美满。尤其我讲的，伊会足听阮这祖孙啊，因为像咱来讲，阮祖孙啊，就个一嘴对我讲，讲伊这翁吼，竟然讲对我讲，我即双娶到你实在是太幸福个。哦，我听了吼，咱这个心花嘛在咧开啦，哦，啊。这是第一件讲咧姻缘的，咱就讲真无闲，咱做做善事一件，做功德一件，哦，啊，家己另外我家己讲句，我这边啊，祖孙啊，因这大家都会问，一个是我讲你的姻缘就慢啦，哦，你这个确实女强人呐，姻缘一定慢的啦，事业赚钱未少，姻缘未够，啊，另外你这小话，哦，这姻缘太好咧，这人人好吼，这足多人咧录的哦。哦，啊！但是你个正缘，会当时才会到，就爱到某某年，迄当阵是几亥年哈？我甲播，我甲讲甲阴年、甲今年，你姻缘才会到。哦，你进这中咧交诶，同时未成，真正是如此啦。伊尾啊，伫应该是今年年初，就甲即个查某囡仔伊熟识即个，哦，来交讲伊即摆来甲即个交往。啊，问看讲，安尼这讲一成未成啦，啊，姻缘啥款？我嘛是看落去讲，这个你正缘啊啦，这个吼嘛是感觉你家己听命命啦，迎来生势哦，咱的诀就是迎来生势旺相，这赞，这个好，但是这个就是家境无好，哦，较无钱啦，哦，啊，但是诀内底你这是大人吼，哎，这可能老爸啦会反对。算是主力啦，有当啦，来克这子孙嘛。真正事实就是真正安尼。哦，这老爸看这囡仔，啊，少年人，啊，厝也无啥财产，啊，食老路也无啥收，收入也无好，啊，就反对啦。啊，但是恁这祖孙啊啦，伊兄弟啊，伊姊妹啦，哦，妈妈啦，伊是足爱这个囡仔。哦，啊，伊要挂当中讲这个正缘啦，然后这不要一定走袂去的。真正，佮今年哦，应该是顶礼拜去公证咯，哎，嘛结好姻缘啊，厝应就早先买好起啊，无互因住诶。哦，啊，这姻缘我呢，感觉我这进度是有准，所以因为安尼，我这个我这个查某囝，因为一寡周边朋友啊，有达波诶，啊嘛查某诶，啊拢交无啦，尤其我查某囝咧嫁时。哦，因阮这个囝婿，因这同学，敢若看讲啊，大家结婚，啊伊拢无女朋友啦。啊，阮查囝就讲，啊，阮爸会晓算呢，无你来甲问看卖无？讲好啊，所以来厝的时阵，我就讲来，我
来记一个卦，看你姻缘当时有。伊个卦甲看个吼，你这卦明你的姻缘哦，明年才有啦，才交会着啦。你还阁等一下，要交啊，好安尼。啊，所以无伊嘛了啊，咱心内嘛毋知讲到底伊毋知有信无信，但是真正这代志拖落安尼几啊个月过了后，伊嘛来讲，我伊无来甲咱要讲啦，我是讲问查某讲，啊，咱遮久无看到这个人啊啦，啊就讲啊都无闲啊咧交女朋友啊，哦，原来伊嘛交嘛，伊嘛交着啊啦，所以到即马哦真久啊，我也毋捌看到人，无闲过来咱家啊啦，哦，啊，还佫有另外一个嘛是查甫的啦。哎，嘛，因这同学拢好朋友，啊嘛，同款交无啦，同款，我嘛较奇怪，哦，拢大家拢会问啊，同款嘛是讲，哎，讲你这哦，明年什么时阵姻缘才会到？好，有一间讲来厝会甲咱拜年啦，哦，啊讲啊来讲，哎呦，啊边头人对你来，哦，一个查某，一个查某啦，原来是兄妹啊，哦，啊人就讲，常讲，啊这查囡仔是，啊讲是女朋友啦，哦，哎呦，啊这当时交到的。啊！你挂起一下看卖，对一下你的时间会确实有符合的应急，嘛是搞到啊！哦，啊这实在是，你伫离阮那朋友内底安尼，我感觉有一应正道，就讲这有影，伊这挂确实袂骗人。啊，尤其过来尾啊，一个同款种，因这换一个查某囡仔，嘛是同款年岁有啊，三十外岁啊，还佫交无？哦啊！就咧，阮早个问，哎，想要来问看卖会使，我讲当然嘛好啊，啊来资料好啊，我甲你起一下卦，就去了尔。哎，很快恁的姻缘拢要到啊，还阁等，阁几个月就有啊。或者讲是哎，明年什么时阵安尼？结果到迄是顶年播的卦，到今年，我一甲讲，阮早间向阮家讲，爸，迄个我讲，哎，人敢无伫个，阮无啊，无伫个啊，说伊倒。见男朋友到啊，啊嘛搞掉，嘿啊，哦，啊这真正是因缘搞有就有，无就无，这拢袂变啦。啊，所以为这个开始为周边吼，这囡仔在，因为我开始慢慢咧，把这个道已经传出去了，正道。啊，所以我感觉心内嘛非常，我讲会当帮助到这今日是谁这朋友，安尼来传来传这个易经这个法，哦，啊，给大家来共享安尼，是。哦，啊，咱感谢咱吼杨先生吼，伊为学易经开始，吼，啊，慢慢一步一脚印，一直来开始来，和这个法慢慢来甲推广出去。啊，就咱俗话所开始的，吼、哦，咱学大家学易经，哦，咱做人处事可安心，吼、哦，咱伫这代志还未发生之前，你若讲，哦，你这代志，你的阻力伫倒位，吼、哦，你倒位爱注意，凡事啊，你一个点破这个玄机，本来伊会反对，但是咧，听讲你讲了后，伊会促成一个足好的婚姻，吼、哦，这嘛是一个。足好的方式，哦，所以咱来大家来学易经，哦，咱做人处事可安心，咱就有法度来奉向化解，来完成一个足好的这姻缘，哦，啊，来请咱即摆来讲讲，咱这一个上经的经验嘛呢？是是，啊，伊这个为着要来学这个易，哦，啊，又要来开家己的智慧，啊，我嘛真认真来在上经。哦，咱师傅有交代来讲，爱上几步，啊，我拢一定要甲上超过。哦，啊，规心做工课以外，我规心嘛是有闲，我经济体格就开始上。啊，我也嘛无讲一定踮啥物，啊，踮啥物场所。哦，我想着我就甲来上。哦，啊，这个车经济咧，你甲上咧，有当写着妈妈真奇妙。第一遍、第二遍，咱上其实咱无了解经内底内容是写啥物，但是你是上久了后，慢慢的形容有一个灵感会走出来。哎、欸、啊，这句就是啥？啊，咱想通了。哎、欸，而、啊、且 这真正是神奇的代志。这经册内底一个讲的这学问哦，是安怎你有阵时啊那会去想通呢？
咧描述叫你安怎去弄，你嘛弄无咧。啊，这个有这个意义，有这个伊要甲你哦传达的这个信息互你。啊，你真正看这个经，真正看有。哦，啊，真正我发现讲，大家多是上经吼，真正会帮助你吼、哦，你的地位开以外吼、哦，你对这个万行代志这个认识，吼、哦，你会感觉较有感悟。你会当讲去啊，对较袂去咱讲个人讲，咱这个贪嗔痴吼慢疑，你即个一个这个我毒，你会当慢慢甲化解。你对万样代志你也较袂计较，啊，对你个人缘你嘛会好，啊，人缘若好，自然朋友多，你要求财，讲实个人缘好，财嘛才有啦，哦，啊，所以我嘛是啊这个。真正啊，诚心来建议讲，真侪师兄师姐吼，大家伫咧学习的这个过程，爱多多来上经。不管你今仔日是上多一部经，拢是好经，哦，爱有耐心，哦，唔免讲啊，我看无，因为老师师傅都捌讲过，哦，老师嘛有教过讲，啊，一个哦老阿妈妈啊，也唔捌字咧，但是伊都要上经，所以就用点的。念点一字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安尼，伊嘛念足侪遍，迄经经济念足侪遍嘛，好点完。念到竟然，哪敢嘛捌字呢？伊竟然我就进入迄个经的境界。哦，这件事实咱讲实，我到即马也阁无查到迄个字，会当去体会着。竟然我都安尼会当进入经的境界，所以我嘛是真讲建议这师兄师姐。经册一定要念，一定要念。所以我即马逐天，我嘛基本上拢一定要念一部《天地经》。今仔日我若出国外，我同款伫国外我嘛会念。哦，像顶回去即个印尼巴厘岛，我飞机顶我就念咯，用就念，用就念。去到遐，早时困起来，早时就去外口，袂共吵着，我当外口念。哦，你这个代志爱做加，互伊安尼变习惯。哦，所以即摆我若无念，我会感觉解药。哦，啊，这个工课较闲，我就加念一寡，甚至哦，咱专门的这个经册嘛真多，我可能拢啊，迄本啊，是说看念一下，迄本搁伫说念一下，较早拢有做笔记，讲我去多一工有念几部啥，拢记起来。所以我才我咧去统计讲，哦，今日经册总共可能来偌济安尼，所以。这个经读经哦，大家我是吃苦的安尼。哦，咱每一字经典哦，伊咱有法度上到16000部，对，是哦，这嘛是一个无简单的数量哦。啊，咱记八卦要会准，一定爱经来做基础来做对哦，咱才有法度将咱这个卦的灵动力哦，咱来甲显现出来，是哦，咱八卦开解。准哦，这些哦，所以咱八卦要一准，一定用爱来上经，再来开咱的智慧哦，啊，才和咱的卦有灵动力，咱才有法度来替咱遮迄个大家吼、哦、来解迄、那个解决这个疑难安尼吼，啊，咱即马吼，咱用过咱师啊所甲咱开示的吼、哦，咱大家学易经。咱做人处事可安心哦，啊，咱大家学易经，咱身体健康，心安宁哦。啊，咱大家来学易经，哦，咱做事工作拢会顺心，嘿，哦，啊，咱若大家学易经咧，哦，咱大人啊，囡仔拢会聪明，哦，因学业读了若好，哦，啊，因就会进步，哦，啊，过来，哦，咱大家学易经。哦，咱公司客户，咱就无欺心，是哦，咱就有信用哦。啊，咱呢，咱大家来学易经，哦，咱伫这修道的路上，哦，咱就可建设哦。过来，咱学易经同重要哦，咱大家我到家庭圆满一条心哦。啊，过来呢，搁较宽的范围，咱就大家学易经，咱国家社会，咱就更太平是哦。啊，今日啊。到一个，咱欢感谢各位啊，即个电视机诶，即个观众朋友吼、哦，啊，大家啊来甲咱收看哦。啊，今仔日咱感谢咱杨圣贤啊，贤士吼、哦，啊来甲咱
分享咱这用易的书信。哦，啊，今日来感谢咱各位观众朋友来甲咱收看《用易与人生》，祝福大家阿弥陀佛。大家合一心，修行路上苦艰辛，苦艰辛，大家合一心。